间，奇珍异宝，人类的创造是多么美好，这一切让人骄傲，我以什么都得到。沉在海底，远离纷扰，神奇宝藏从来无人知晓，这一切将我围绕。是啊，生活很美妙，我已拥有了无价的珍宝，为何心中还会有困扰？你见过怀表吗？我有20个，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。我想要去人类的世界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，漫步就用着霜，该怎么说？哦，脚。我想拥有人类的双脚，付出多少才能站立奔跑，走在那条悠长，那个叫什么街道，一起漫步，一起歌唱，整日沐浴着温暖阳光，逃离海底，我要走进那个世界。No.